我们回房间写作业了。妈妈的眼睛怎么了？进沙子了。哦，好吧。妈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宝贝，家里面有坏人。有坏人？妈妈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平时出门都会把门反锁两圈，可是今天一圈就打开了。妈妈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今天忘了反锁了？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是我平时习惯性的放200块钱在门口，为什么今天回家却不见了？妈妈，那200块钱不是去面包店买面包了吗？对哦，我忘了。可是我平时习惯性的喜欢把门打开通风，为什么你们的房间门是关着的呢？妈妈，门是我关的。你关门干嘛？房间里有猫。哪里来的猫？我们在小区里面捡的流浪猫。对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走回家回家。